the most sensitive asset ever to be housed in this facility. Hello，各位嘉宾，《水形物语》中国首映礼即将开始，请大家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谢谢。各位久等了，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年度神作，也是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奇幻爱情神作《水形物语》的中国首映礼。我是主持人 Natalie 王一之。那这一部片子是由我们最喜爱的导演陀螺 Guillermo del Toro 执导，莎莉·霍金斯、Doug Jones、Michael Shannon、Charlie Jenkins 等巨星卡斯联袂主演。那其实呢，它以上世纪的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跨物种的爱恋的故事。那么在3月5号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13个提名，如此多的提名之下，它还囊括了4个奖项，包括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歌曲原创配乐，以及还有我们最瞩目的就是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这4个大奖了。那其实呢，这个片子会在3月16号在中国上映。很多人都说，如果你在20年前错过了那一部最佳影片《泰坦尼克号》的话，今年3月16号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就是《水形物语》了。那也有影评人说它是一部治愈系的电影，也有人称赞说是一次美学的胜利，有人评价说呢，它是一部适合爱人一起看的一个童话故事。那么今天影片在中国首映，让我们共享这个美学与情怀的电影。那其实说到美学与情怀，我们在很多人的地方，在很多看过这个片子朋友圈里面已经看到了很多的盛赞，确实是20年前不要错过泰坦尼克号，20年后的今天不要错过水形物语。那提到唯美的爱情，我们必须要请出一对情侣，我们特别请上的是水形物语中国的特邀嘉宾，我们请上佟大为和关悦夫妇，有请。 Hello 两位，没有，我说的是佟大为和关悦夫妇。对，因为其实今天呢是3月14号，是个白色情人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关于唯美爱情的电影，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在座的人的背后有一个蓝色的玫瑰花。跟我们讲讲你对于这部唯美的爱情神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如果你看过了一些预告片的话，有什么样的感受？确实是他的原创音乐我很喜欢，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镜头上的一些运用，包括它一些场景的搭建，然后还有就是几个主演的表演，我都很喜欢。然后它那个有个主场景，就是那个女主角家的那个房子下面是一个电影院，对，有一场戏，就是我稍微剧透一点，这个男女主角在
他们的那个卫生间里边，然后一个从这个他们的卫生间一直降下来，降到这个电影院里的那个镜头，我很喜欢。你说到这个镜头，我都开始起鸡皮疙瘩了。那个镜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对对对，嗯，这个真的是这个导演他的在美学上、在音乐上、在这个镜头画面里边，他的这些表现我都非常喜欢。嗯，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后面有四个大字“相濡以沫”，这个是《血腥物语》的中国的这个 slogan 呢、啊。那跟我们讲讲你对于“相濡以沫”这四个字的理解，爱情就是这样的吗？婚姻就是这样的吗？来，我觉得“相濡以沫”是情侣的一种方式。但其实爱有很多种方式，水星物语要跟大家传递的就是像水一样可以包容一切，爱你所爱的一切，不仅是有它的优点，包括它的缺陷、它的缺点，只要你爱它，你就去包容它，这是我理解的相濡以沫。嗯，对对对。另外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还有一个就是命中注定他们俩就应该是在一起的，这个女主角的脖子上那个一开始是3-8，我现在不能太多的透露这个细节。嗯，我觉得就对，因为这个就是命中注定，他们俩就是同一个星球的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俩应该在一起。所以就是当看过这个电影，再回头去想中间的很多细节，会觉得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人就会在对的时候、对的地点突然出现。嗯，那戴维和关悦他们两个真的是不仅仅是只是看过预告片而已，而对于这个影片已经相当的了解了，非常诚挚的给我们推荐啊。那接下来我希望你们二刷、三刷的时候能够找到更多的有趣的细节，有更多的理解。好的，好的。嗯，那我们也请媒体朋友们给二位拍个照，怎么样？来，我们先往后走吧。右边再一眼，那好吧，先看左边，好，先看左边拍啊，先看左边看一眼，好，要看中间，来，回来这边，今天好了没有？来右上，好，右边，右上角。刚才大维没有拿麦克风啊，但是他刚才说听到这个音乐其实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好，谢谢二位，请二位落座。是除了最佳原创配乐之外呢，最佳艺术指导也是他囊括的其中一个奖项之一。其中的美学给很多的艺术家很多很多的灵感，其中包括舞蹈艺术家。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不是水形物语，而是水形舞语，舞蹈的舞。我们来看看大屏幕。Thank you.
本来还想问一问大家看出来是谁了没有，结果发现上面的编舞和舞者已经写了银纺，那我们掌声请银纺上台。Hello， 来把麦克风给你。我们刚刚其实看到那个镜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点震撼，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不太懂，你跟我们讲讲你想表达什么，是怎么样受到血型舞的启发的。刚才看也是看得有点忐忑，因为确实这个片子做得很仓促，因为我是提前有幸的看到了《水形物语》的电影，然后就有这个灵感，想用就是舞蹈的方式去跟这个电影做一个想象和对话，也是舞蹈也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人鱼的这种异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种想象吧，然后想对这样异化的一个生命有一种就是用肢体去跟他做一个对话，做一个沟通。然后但是还是觉得时间有点仓促，然后很多想法没有能够实现，然后剪辑也是比较仓促，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没有，其实我们看到刚才那一段短片虽然只有2分半，但是它其中的美学也是得到了电影的很多借鉴的。对对对，这个电影也是在美学上面有特别深的造诣，好多人都说看完了以后整个人对于美的理解和美的这个认识都提高了。你给我们讲讲你对于美是怎么样理解的。对于美我觉得首先是真实自然，然后有生命力，然后对，这样是一个美的前提，然后再赋予一种创作者的一种视角和他对于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对，其实我也不能剧透太多，但是大家看到了里面的这个，就我们刚才海报上看到这个鱼的这个背景之后呢，可能会想到底它的正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剧中呢有一个人他其实看到了以后他当时是一个惊呆的表情，但他其实还是说了一句说 It's beautiful， 他说这很美，所以看像你说的这个真实可能就是美的一种，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只要它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它就是美的。谢谢。我本来还想你让多补充几句，我们来让那个记者朋友们来给我们银纺这一次到访来拍一张照吧。大饱眼福啊，真是大饱眼福 ，literally 大饱眼福。之后呢，我们现在有耳福了，因为呢，《水形物语》除了在最佳视觉上面也拿到了一些最佳叙事指导这个奖之外呢，其实还在最佳原创配乐上面斩获了一个大奖。那说到配乐，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这次其实我们邀请了一位非常有天籁之音的歌手，为中国创作以及演唱了一首推广曲。他被高晓松称为是一个人的唱诗班，我们有请有天籁嗓音的周深给我们现场演唱一首《水形物语》，有请。心上一颗水滴坠落到
我这颗心的护具。你是我睡意的空气，即使我能潜入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请把我走进你的眼睛，当你看着我，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爱是水做的你，每当我想起，温暖身体，紧紧的相偎。爱是永远的你，秘密的不用言语双语，就随你去。先照一张相好吗？然后我们再聊。来，我们要不要请工作人员先帮你保管一下这一束花呀？谢谢，一会儿再拿走。那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好多关于唯美，我们也看到了在你演唱的时候背景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有一些电影的片段，跟我们讲讲你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受到电影的一些启发。肯定会的，因为当时在跟音乐制作人就是商量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想以哪个角度去唱这个电影的歌，我当时就说是我想以女主的角度。为什么？因为就是女主是个哑女嘛，我就觉得我可以充当一个把他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说出来的一些话，我可以通过音乐去告诉大家他其实就是他们这段特别纯粹的爱情。 对，当然这个影片也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这个大奖。那你对于他这里面的配乐也是会像刚才佟大为说听到了以后就有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吗？肯定会，肯定会，因为就是这个音乐它就是非常的古典，然后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很多好的东西，就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好的东西并不是说所要把所有的最大的配置，所有最好的乐器全部用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越简单然后反而就会越动人，然后会越真诚。对，我就特别喜欢你们的配乐，就是它
既简单又特别的直接，能够打到人的心里去。所以这个电影的 OST 你听了几遍呀？我听了很多遍，因为我们当时在想编曲，也在想我们一定要和这个电影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是说一听啊中文唱着外国的画面会违和。但我觉得后面出来的成品是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更融合的，我很开心。好呀好呀，我们来也谢谢你，谢谢钟声，来，谢谢，请坐。那其实我们已经聊完了视觉，聊完了听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幕后掌舵手 Guillermo del Toro。 他其实在这一次拿了奖之后呢，真的是延续了墨西哥导演三杰这样的一个神话。今天虽然他不能够来到现场，但是为了《水形物语》在中国的上映，他也特别想助阵。说到在中国上映啊，这确实是3月5号第90届奥斯卡到3月16号，这是真的是历史上有史以来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快速度在中国上映，这一点相当的了不起。那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看陀螺导演要跟我们中国观众说些什么。 Hello everyone, I'm Guillermo del Toro and I'm bringing you the love of my directing life, The Shape of Water, to all of you. I am so sorry that I couldn't be there on the China premiere today, but please have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this fairy tale for troubled timesnests in your hearts as it has nested on mine. Thank you. 那可爱的导演已经寄语完毕了，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能够静静的欣赏这个唯美奇幻爱情神作，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刚才已经大家多多少少剧透的一些东西，去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在看完影片之后呢，希望大家不要离开，因为我们还有精彩的互动环节。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Please enjoy。